怎么样啊？我一开始念看到有福了，我把它给一个名字好了，本来不要名字，我觉得是一个宇宙交响曲，对不对？嗯，来像宇宙交响曲。然后他让我想起卡拉亚，听过古典音乐知道他的指挥落地，他不光是一个表演，其实他在指挥好多动作。Thank you very much, 他是一个老大，然后我也非常感动。